美国职篮 NBA 球星林书豪二号代言做公益，他和喜羊儿大手拉小手，接力钻呼啦圈，最后一棒要投篮，林书豪趁机大秀灌篮，现场拍板。很好玩，因为我长大的时候就是很喜欢玩不同的游戏。OK。小的时候有玩过这个游戏，这个hula hoop。林书豪玩这么嗨，是因为他每进一球，现场观众就会认购爱心餐盒。游戏玩完，他和喜憨儿总共募集到600盒餐盒，未来分批送到偏乡和部落，关怀弱势儿童。说到吃东西，林书豪表示，先前和家人去日本吃到很多喜欢吃的东西，收获丰富。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生鱼片 salmon sushi。我有去日本买了一些糖果，还没吃，可是买了一些糖果。我在这里也买糖果，然后我回到美国，每一个礼拜我的训练室让我有一顿可以吃我想吃的东西，可以吃很多不健康的东西，所以我会带回美国，然后到美国的时候我会吃。林书豪这次回台停留一星期，行程满档，除了做公益，接下来还要主持好小子篮球训练营，亲自指导60位国高中生的篮球好手，也会举办大学生座谈会和粉丝见面会，好好和台湾球迷叙旧。中央社记者张志燕、王一文特别报道。